极点古镇，五对男女开启旅行约会，首轮选择花痴大姐头张锦，成功版男神陈浩收入囊中。悲剧，心情怎么样？开心，孙悟空的感觉，被压在五指山下那种感觉啊！怎么就给我搭配了一个猴子男呢？我就是喜欢张锦的搭档。帅气的张雨薇更是毫不掩饰对陈浩的好感，主动拥抱。这样才是有约会的感觉啊！对，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也想做一次女主角。他们叫我来跟你交流，你也不会交流。如果让我跟他配对的话，宁愿跟宝宝结婚。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跟他一点都不适合。不用讲话的约会才是最高境界的约会。明天把老师给我，让我去对付他。我就是不怕。等一下。旅行还在继续，约会关系升级，谁能最终牵手？今晚为您揭晓。这里是向时尚致敬，爱来一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四周年的特别节目《爱在路上》。从前面大家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看得出来，有的趴档特别的默契，也有的搭档之间感觉有点生疏，甚至呢会让人觉得两个人都有点尴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重新洗牌了，但是这一轮的重新洗牌，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五位漂亮的姑娘手里。梁思维，你要听清楚哈，你可以做出选择，只有两种，换不换？换，你喜欢谁？陈浩。雨薇，你选择谁？饶毅，你回来吧。饶毅，哦，谢谢。鞠尚仪，换，不换？太冷了。如果就还是我跟他的话，那肯定就是没话说。他是我，我也不要跟他同一组。不换，不换。没想到越讨厌的越会在一起，那只能怪我自己不走运。那怎么办呢？张姐，你现在只剩这两位了，选择一位。宝宝到我的碗里来吧。好，宝宝是难分难舍吗？有这么难分难舍吗？黄浩，你是没有权利再做选择了，剩下的那一位就是你的。心情不是很好了呢，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是突然之间就是要来了，就有点抵挡不住的感觉。哦，原来就是会被剩下，这样很尴尬吧？所以是好啊，有总比没有好吧。接下来呢就给你们时间，古镇欢迎你们五队。当然了，除了我们要感受一下古镇的这个风貌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多了解对方，多接触。要喝咖啡吗？我这里还有80块。不，你一点都不小气。他们都怎样？我一点都很小气是吧？我真不大方啊，因为我去的那个星星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所以我还剩了80块。不，咖啡店还是算了吧。你看我们两个人，他们就坐在旁边。人家都在笑，就你不笑，你不觉得你这样憋？没有，我没有找到什么笑的点啊。哎，鞠尚仪，你在这边啊？你也会笑啊？哎，其实你就是会笑，你装什么酷啊，玩什么帅啊？你看，我没有啊。我昨天晚上偷跑出来了。那他们也听到了。没有的。有啊，我帮你说，昨天晚上偷跑出来了。
我有礼物送给你的，其实。有礼物送给我？真的有礼物给你？真的。对。你先转过去。看起来也不像好人哦。你怎么会有礼物？你肯定不会有礼物。啊！哦，你好像夏娃。真的好美啊，你好像夏娃啊。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买个礼物？礼物哈，这附近有当铺吗？你是要当什么呢？我要把，我要把。你要把雨薇给你的那个锁当掉，对不对？对。对，有吗？有当铺吗？对，这我不忍，我也不能不应，对吧？最近该的第二名也是我通过见死扒活的背他飞上去的。是我是第二个。为什么？你看不出来我是很讨厌其中的某几个人吗？某几个人都很讨厌啊。啊？我看不太出来。幸好是第二个，幸好是第二个，就是要还是要感谢一下他，让得第二名，所以今天有这个权利来逆转一下。刚刚好杨毅被踢出去了，然后我就把他再拽回来好了。你知道丝绸之路吧？丝绸之路有北边丝绸之路和南边丝绸之路，和顺就是。在南叫他们叫南边的丝绸之路，因为我本身对历史方面又比较擅长，然后我觉得跟他去看这些地方就可以，可以把我这方面的优势可以展现给他，然后增加他对我的一些了解。其实我挺喜欢就是张宇的一个性格。过来过来，你要跟我在一块儿啊。饶毅，我觉得他就是我走哪他嘚就追，走哪儿就嘚嘚追，就是这样子也挺也还不错，其实感觉，虽说不是最想要的那个结局，但是还不错。我其实还是希望有我跟乔乔在一起的组合。你们俩是不是牵手了？没有啊，哎呦有你看着我的眼睛，我不开心呢。我给你20块当零花钱，你拿着。你拿着。采访你一下，如果你今天我你又不是记者，被选的话。你最希望被谁选呢？我谁都不希望被选，我谁都不希望被选。啊，希望被你选。完了。我感觉他对雨薇还是蛮有好感的，让我觉得有点尴尬。可能我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主动的一个人吧，但是就是第一次被人那么拒绝了，然后但是反而觉得，也许他没有对我有那么有好感，这就是让人很悲伤的一件事。我不开心了呢。好，我给你看看今天去你没去过那个什么，没有去过那个银杏村啊。我给你看看照片可以吗？我不要，是你和他的照片。没有，就他的，你看看，你看看。我开心了呢。那你也可以，我帮你拍啊。这样一样的相机呢？我和他的相机没有别的女人的。你为什么不可以拍一张在我身上？被发现了！哎呦！你这样显得我好主动哎。不，我看看。我好主动。等等呢？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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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们。没。我们好有亲和力哦。对啊，我们是人显卡狗爱呢。咩咩咩，走了，拜拜。咩咩，现在你还觉得不开心吗？开心啊，我跟你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开心的呢。真的，我们才待了一会儿。你要吃糖吗？我有好吃的糖。好，给我吧。好吃吗？好吃的呢，好甜蜜的，什么感觉？有种爱情的感觉呢。真的，爱情的感觉就是甜蜜。你之前跟陈浩在一起，不是有爱情的感觉吗？有一种妈妈去哪儿的感觉呢。大帅，你那时候不是还蛮喜欢陈浩的吗？但是还不错啊，其实你觉得呢？作为一个男生来看，作为一个男生来看的话，他是我不喜欢的类型的。为什么？那你的嫉妒他帅气逼人，腿又比你长，身材比你好，还有大块腹肌哦。没有啊。只不过就是因为我这两天长痘痘了，他没有痘痘，我就有点嫉妒他。那你认真讲，为什么男生会不喜欢他？可能因为其他男生家庭条件没有像我家这么好，就会嫉妒他吧。那也不是，你这是错误的价值观。你说说看。重要是要有担当啊。担当。对呀。你觉得陈浩没有担当 ？OK 啊，我觉得他 OK 啊，所以我觉得他不错嘛。那你喜欢他吗？我。
我觉得他还不错，但是你知道不爱我的人我也不会爱的呀。就是你觉得他不爱你？没有关系，我是女汉子呢。矮点小女孩子，你不是夏娃吗？现在夏娃的诱惑，诱惑吗？诱惑的，看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看你呢。在前面与宝宝有打探，就是说女嘉宾都讨厌一个人，现在好像可以说了吧。你之前问过谁吗？我有问过那个梁思维。他告诉你了吗？没有。他为什么告诉你的呀？你现在可以说了吧，都已经这样了。我楼下喝水。买。买水。有人吗？多少钱？好大了呢，两瓶啊。一瓶要只要一瓶。对。你说。哎，收到了，我会喝的。嗯。喝的很棒。最讨厌男生是谁？不能讲的，别人都不讲，从我这讲出去都不好。你们比较喜欢的是谁？应该是陈浩。不啊，是宝宝哥啊。然后第二呢？第二可能就是陈浩吧。我们还是边走边聊这个事情好吗？真的是感觉还在。爸，你好，偶遇偶遇。碰到你好好开心呢，我爸。啊，你们俩在一起好尴尬呢。你们俩在一起为什么尴尬呀、啊？我估计你这个家伙太腼腆了。啊、不是，他一点都不腼腆的。大方一点嘛。他想大方，大方不起来了，剩12块钱了。只剩12块钱了是吧？来，小心来，把我钱包拿来。好严厉。啊，启明欧巴。1人100怎么样？哦。啊，好舒服！哎，我觉得纯粹是，我们可以拿，我真的好想哭。可以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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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我爸再抱你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哦，我爸谢谢我爸。我也抱。救星呢？这么多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呢？我这钱要回家供起来，你花好你的好不好？好的。啊，谢谢我爸。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我爸。那你们赶紧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俩了。好的。好，好。拜拜，我爸，依依不舍呢。拜拜。原来做好人还是真的是有好报的。你是汉子。我是人。你现在去买两杯奶茶吧。酸奶酸奶，好想喝，好想了，好想要。好的，现在要趾高气昂的走路了。冷吗？多点吧。啊？你要外套还是暖宝宝？二选一。给，我看看。师傅，可以开慢点吗？风好大。你不能主动点吗？什么情况？你不能主动点吗？我说我冷，你不能搂我一下吗？这不好吧？不好吗？不太好吧？啊，我第一次被男生拒绝。不是拒绝。可是你是让我跟那谁牵手了呢？那是任务啊。嗨。站住！把雪糕交出来。嗨。哎我。哇。可以了，师傅，我们停一下，可以吗？为什么？看到了吗？怎么得来的？你想买什么？走，带你去买。就这个吗？你俩不要呛一下，你俩不要放一下狠话吗？我刚才还被拒绝了呢。谁拒绝了？我也被他拒绝了。没有没有。怎么能这样子的汉子？你真是。就是。我是在合乎礼仪之内。看，我们该显摆一下。哎，你们什么都来得及。我没有中国，还有我爸啊。走吧，我们去吃大救驾。先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们等一下要去吃大救驾，还要去买那个车的挂饰。车啦，你瞎了吗？哎呀，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一开始你怎么不好好说话？你真的很小气，你一定要找我回来，对不对？那不怎样？你觉得我这样讲话，你听着会爽吗？不爽。对，那你跟别人讲话就不要这样。哦，真的吗？真的这样吗？真的啊，我没有骗你，我干嘛骗你？这是人是互相的。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那样吗？其实这真的不是说有没有礼貌的问题。那你刚干嘛还选我？不是搭配的很好吗？很多细节呀。你越让一个人，他就会越来越过分，所以你要适当的反击他一下，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对人家这样讲话，人家也会不舒服。现在我也要以就还其人之身嘛，对不对？你不觉得你从那个镜头上面看他都是这样吗？这样，嗯，
还行吧。嗯，可以啊。嗯。你看完了？看。你看到了吧？他就是这种态度啊。我怎么了？我又怎么了？我是看完了呀。不过我再怎么讲，你也不能找不回来，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男人，男人懂吗？知道了，懂了。十位俊男靓女，爱来衣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四周年特别节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体现你们身手的一个环节，就是你们要每一组要做出一荤一素两道云南的地方菜。另外，为了让你们感觉到自己做了这两道菜呢有点成就感，然后接下来的名次影响到你们接下来的选择的权利。 OK， 我不会做饭呢。所以你们必须要认真的做，凭你们这几天在古镇的了解，再根据自己的智慧来创意。首先得确定它是云南菜。大酒家苦菜汤，剁藕炒牛肝巴，赶马肉，同甘共苦，小角瓜，火山石烤鱼。猪颜色是什么？及口感软绵什么手滑，肯定是芋头。同甘共苦，风炒苦瓜了。我帮你们调味啊，比较清楚一些。这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来，各位，看你们的了，请选择。赶马肉先。还没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我会不会做菜，我说我会，他说他也会，那我说呢，就一人做一道，我做肉，他做菜。葱不用了吗？最后再放吧。你现在，我现在肉还没熟，如果你现在就放葱，那个葱就会瘪掉了。这样手会切到，不是我来了，哎呀。刚开始做饭的时候，确实对自己厨艺很有信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比《爸爸去哪儿》了要幸福多了。他们只有完还要自己吃。我觉得我回单位会被人嘲笑的。怎么了？因为我们单位经常在讨论说你结婚以后谁做饭的问题。你做饭？然后我说，是你还是你？不是，我说我绝对不会做饭的。我比较喜欢张雨薇的性格。然后在做饭的过程中，希望做好每一件事情，希望有个就是有进取心这一面表现给他，我希望他能看到，然后可以为自己加分。我觉得没有竞争对手，男人就是要自信。其实还好，相处挺轻松的，姚毅也还算蛮合口味。这是油是吗？花生油。是的。收钱。反正他倒是一直是万人迷的那种状态，是吧？对，我还是比较愿意关注。那叫什么？老奶洋芋。老奶南瓜吧。而且主食是芋头。知道了。老洋洋。老奶洋芋。我觉得他跟梁思维好像就是搭档，也挺默契的。那姑娘比较开朗，她特别就是逗啊玩啊的，我觉得他们在一起也挺快乐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这一点没有太大的自信。不慌张，不慌张，没事没事，淡定淡定。我觉得我有信心一定会做好，你相信我。一直以来，我五个男生当中，我最欣赏的就是陈浩。很谢谢陈浩，就是我真的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做，我可以学，我愿意为心爱的人或者我有好感的人，端一碗热汤，做几道小菜。
可以，我站一下。哎，小心小心，你别这样拿刀好不好？没事。哎，你看你看你看，阿红我已经尽力了，他只能到这样了，暖心。漂亮漂亮。你好乐观呢。在烹饪之前，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一般般。不知道这是什么呀？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在切菜的时候，他会选择帮助我，会担心我会不会辛苦啊，会不会麻烦啊？你是在搞笑的吗？觉得他还是有另外他的一些优点，我觉得他是不错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可能心动的感觉张雨薇多一点，张雨薇给我的一些感觉会更好，因为我有观察到那个张雨薇她在做饭的时候有一直在协助啊什么，她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女孩子，很会持家。第一道菜出锅了，这是第一道菜啊？是的。没办法了，瞎做吧，给镜头一个胜利的笑容。帮我弄一下。嗯，让你出汗了。做菜的时候也要保持温度的呀。快擦擦汗，要不没了。可是你这个不是刚擦锅了吗？没有，这边干净的很。一边擦锅一边擦我的意思吗？这边可干净了。他厨艺还是不错，蛮好的，而且还挺有自己构思，就是比较。从做菜我就看出来他这个人就是比较有主见，比较能果断的去做事情，不是那种磨磨唧唧的。你可以要一点猪肉过来吗？你要猪肉干嘛？我来煮汤，我来自创一个。啊，不不不，千万别喝。真的，你信我，你信我，因为这样素的煮很难吃，多一点盐子进去，用猪肉，牛肉圆。力求力求就是稳当就好了。太脏了。茄子切成茄丁还是茄丝？茄丝吧。辣椒要吗？用不用洗？是洗过的还是没洗的？辣椒要不要洗？茄子很大吧？大不大？不是，你等会儿是不是要打乱？那我觉得啊，他就是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他就光顾着做自己的，也没有征求我的任何意见。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需要干些什么他也不讲，他自己想要干一些什么他也完全不讲，所以我就心里真的是不是滋味，所以说心情特别不好。我做事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不会去想别的什么什么，我只会按照我觉得对的地方去做。你倒是讲话呀，你问什么都不讲，你听不听见？周诗瑶，我跟你讲话能听见？怎么？我去拿南瓜了。我跟你说这个要不要摆完？我跟你说了多少句话你都听？就把那个就加两朵就好了，紫的。那你早说好吧，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两个人要互相理解，我当时确实在忙，你总不能让我一心二用。是故意的吗？我不是，我刚才一直很忙，我在找这个东西，然后又在想这个怎么办，花怎么弄。Sorry。我尝一下。味道不够重。哇靠，勾的很咸的哎。宝贝，你尝一下啊。我觉得很咸又辣，他还觉得味道不够重。你觉得咸啊？我觉得咸。不咸啊？对啊。那我不会做了。你这样稍微撒一点拌一拌吗？对，我们再加一点盐就好了。加点味精就好了。等一下啊，等我一下。他来了吗？他来的话，我们上楼。还不够咸吗？最好拿个萝卜，稍微舀个花放。隔壁看起来很不错呢。哪个隔壁？放点什么啊？还行，还行，挺好的。我一直在忍他，我在弄东西的时候，他一直嫌怎样怎样怎样，但他能够嫌我，我也相对能够指教他。
大姐，这个是什么？香油吗？香油。这是什么？生抽。这是什么？是盐吗？这个。哇，颜色越来越好看了。这是糖。这是盐吗？你尝吧。烫。你不觉得太咸了吗？真的吗？你让大姐尝一下。高端。很咸呢。啊？真的吗？你们真的假的？小兰，我喝橘子都是那口偏重的。不是我们这边。咸死我了！你看，我们可回去跟您说很咸。本来云南菜我们就不熟呀，干嘛就吃这个？问题连吃都不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就很咸，那那么咸怎么吃？加水再重新调一下不就可以了？我刚刚就跟你说，就不要加那么咸就好了。你干嘛？你就吵架了，快快快！你在做菜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吗？我在做菜你就在那边唧唧歪歪，在盘那么咸。爱来一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现在继续。咸死我了。你看我们可回去跟您说很咸。本来云南菜我们就不熟呀，干嘛就吃这个？问题连吃都不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就很咸，那那么咸怎么吃？加水再重新调一下不就可以了？我刚刚就跟你说，就不要加那么咸就好了。你干嘛？你就吵架了，快！你在做菜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吗？我在做菜，你就在那边唧唧歪歪，在盘那么咸。好了，一点也不咸嘛。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苦瓜吃咸一点 OK 啦。怎么咸可以了？苦味啊。对呀，可以啦。我从来没有过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男人这么跟我说话的，从来没有过。唉，就是我一直在忍，我觉得挺窝囊的。就是苦，没有咸，真的。那我就是觉得咸啊。反正不是自己吃嘛。对，那我就是觉得咸呢。好嘞。你那么较真干嘛？咸可以带到五味啊。我尝试来问到我们。没事，我们同心协力把事情做完。我们的口味不一样，我都说了，根据地方习俗啊。这边人本来口味就偏重啊。那我就就一个菜而已嘛，那个菜是你烧，这橘子烧的吗？说实话，真的是有点过咸了。可以了，可以了，有没有吗？太好吃了。我已经非常不舒服了，但是我没有说什么，我不想起争执。我觉得我的脾气快控制不住，我一直在压着。好吗？那你现在要煎蛋吗？要不要？你现在还要煎蛋吗？要吗？要不要帮你点火？筷子呢？我在床上。要吗？要不然他们那个。要不要？算了，不弄了。为什么？还弄什么呀？不还有一颗蛋呢？蛋是放在上面的呀。煎的盖上去啊。要吗？要不然他们那个。要不要？他如果真的会做菜的话，就不会因为就不会在锅子里面就还有水，然后他还加油下去。不会的话就直接讲，如果不会做没关系，但至少要能吃啊。我觉得刚刚好，他觉得很咸。而且我觉得我有试着要跟他沟通，我说那要不现在就炒蛋，就他想要炒一个荷包蛋盖上去，我说那你要不要炒蛋？我问了三次他又不回答。
那是怎样？是耳聋还是怎样？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其实我没有想过离开，我就是在想，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做完。好歹还是要给女生一个台阶下，对不对？我难道没给她台阶下吗？我真的忍不住，我才上来找你的。哎，真的啦，我觉得如果是……你冷静一下。那你现在要怎样？我回去把它录完啊。对啊。同甘共苦吗？对对对。我觉得我这样发脾气是不对的啦，因为那么多人，而且她又是女生。我只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不是针对这一个人。不好意思，刚刚是我不对。我就是怼一下筷子，你不要紧张啊。买这些，我敲到手了。要不要我来？我帮你呢。我帮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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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隔壁他们老乔。我来，我在讲最后一次，我来。等一下切到手来，换我来，放开手，放开手，放开，换我切一次给你看，我切一次给你看。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表达出来之后，哎，再来哄你，等于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嘛，先给你一拳，再给你块糖。就这样，我觉得绝对不接受的，谁会接受？当时我在他们旁边，我离他们最近，我应该是第一个出去调停的一个人。但是我真的是，我想不到要说应该说什么，想不到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战火升级，我想说，哎，还是默默的回去做我的菜好了。怎么办？陈子怡对鞠尚宇吼了嘛，然后我觉得。男生这么做还是挺不绅士的。鞠尚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尴尬或者难堪，但是他实际上可能不是有心去这么做的。我看到祖宜跟那个橘子一直在争吵，我觉得这样很难相处。我因为我自己内心就比较害怕这种女生，比较排斥，因为我怕那种很粗鲁、很冷、很凶的。闻着还行哎，色香味，我们起码做两样。闻，要不就好看，要不就香。你可以试一下，其实有那个。还有几分钟啊？最后五分钟。再给十分钟才行啊。十分钟买，都给我的嘛。做好了吗？对。你想想。你想想。嗯。我觉得我的话就是真的还挺有点闷，我就像就是有突然间不高兴了。白发这样买的好看点。白发你看，如果明天男选你的话，会选谁呢？明天再揭露吧，不能剧透。在感情上，我感觉他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谨慎，然后很多事儿都不愿意说，然后不愿意主动，然后，可能对感情也挺摇摆不定的人吧。好。恭喜我们五对男女嘉宾啊，相信你们对自己的菜是相当的有信心。我简单看了一下，品相上确实不错啊。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委团。名字呢已经出来了。哎呦，正好就缺那一男一女。正好就缺他俩。
总要碰钉子吧，可能我太娇生惯养了。从来没有这样被男生这样哄过，对吗？从来没有。好啊，那哭吧。我不晓得要哭什么啊，他不是很讲话很冲吗？那为什么要哭？他也难过啊。那难过什么啊？我不难过，就是因为今天我是男生，我不能哭啦。然后我年纪比人家大，那这样，对不起，我错了。然后我现在这样的情绪真的并不是代表我多难过，可能就是下午到晚上。顾及太多场内的状态，还有工作人员，包括这个节目，真的一直在忍。我只是个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是过，但我不觉得我有任何错还是怎样，如果都要怪我的话，那没办法。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不管是对人对事儿，真的不能太拘于表面。就像第一次我对他们印象很不好，我直接告诉他了。之后我们通过一个环节去热海爬山，下来之后我对他的这个态度有改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而且想得很全面的人，不仅对我，对每一个女孩子都是这样，包括工作人员，这点我特别欣赏。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感觉像被骗了一样的感觉。不跟我在一起，他跟你们反应，我觉得 OK， 因为我就是今天对他太凶，他不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很合理。这可能就是这个性格不合吧，因为可能也是了解的比较浅显。我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人，我不讨厌他。我不喜欢他，但不至于讨厌。我真的没有生太多的气，我只是不明白。陈楚英，你要过来干嘛？跟他说对不起啊。你是真心实意的吗？那好，你过来，我不管了。没事没事，别不拍了吧，这太尴尬了，这没事吧，真的没事啊。对不起，我不是讨厌你，我是针对这件事情，而且我会去抢那个刀的原因是，如果那个砧板很滑，因为我切肉筋不好切，如果砧板滑掉的话，不是割伤口，是整块肉会削起来。不好意思。没关系。别干着了，你不觉得很尴尬吗？那他们刚吃饭没看到你吃，你要不要下去吃？我一会儿再去吧。先下去。对话，像不像？我们把草莓拿到手上，说留下小蜜蜜。好的，好了，就好了，就好了。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通过陈祖仪。我就发现我内心其实可能是一个挺脆弱的人。就把他
那个还那么。后面。就我跟沮丧影相处两天下来，这么多的冲突之后，我愿意再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我觉得我有试着要跟他沟通。可是那个还没熟哎，会不会不甜？那没有啊，那怎么办？哦，好吧。昨天跟他吵的这样，我觉得再怎么差也不会再比昨天差了。你摘多少了？我越吃越少。我送你一些先。我一直在吃啊。怎么越吃越少？摘的挺多的，吃着吃着怎么变几个了？不过也没什么用。我觉得去村口买一斤，然后在这里摘几个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很无奈吧，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一直是我主动嘛，可能是因为我欣赏他，我对他有好感，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表现出他的主动，我就觉得可能我一直走不进他的世界吧，我也是有我自己的就是矜持和那份尊严的，并不是一个会就是一直主动的那种女生。猴子呢，他可能会对爱情非常非常的投入，失去了一种理性的东西存在。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沉默，我不说话。那时候我挺尴尬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哄他呢。这么多人里面，我觉得张雨薇挺舒服的，给我的感觉挺好的。哇，我发现一颗超大的。有多大？有你的头大吗？送你朵小花。哦，好呀。跟他在一起一点都不无聊，因为他会一直不停地在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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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跟我说话，在找我说话，我跟一个小跟屁虫一样，挺有意思的。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然后而且不会很紧张。个人觉得饶毅是喜欢张雨薇，张雨薇可能是，不排斥饶毅，然后但是心里更多的是对陈浩比较好感吧。可能我跟陈浩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就是他一半我一半，饶毅的话可能是他主动80分，我主动40分。这个是他减肥之前的，这个是他减肥之后的，这个是我吃瘦。不是，这个是生前，这个是死后。如果这个女孩子一开始跟我接触，大家都有彼此的一些感觉的话，你跟别的男人接触就不会有更好的默契啊。那你是吃醋了吗？没有。就往往觉得比较适合的两个人，走着走着突然间有一个男的可能就稍微主动一点，就会把这个女的给带走了。对，我觉得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就看看他会不是这样的人咯。你看我，哦，这是本季新的包包，名牌包。我觉得到现在的话，这个约会之旅对我来说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玩乐之旅了。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就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爱情在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自己因为我单身很多年，就是明年就马上是单身30年，所以我觉得我也自己有自己的办法让自己就是变得开心。全新的冬装展示呢？要转个圈吗？要大 pose 吗？叫大 pose 是吧？大 pose 啊，对，大 pose， 大 pose， 有感觉，转身吗？大转身呢？好感动，走开，走开，我好感动。玩的都挺开心的哈，除了鞠尚仪还保持冷脸之外哈，由于受你的感染，陈祖仪同学现在基本上比你还冷。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重新匹配了。这一次的主动权我们就交给男生。耶，yeah ，我的搭档可能不会换我，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期待，还是有一点期待陈浩会选。一直以来都是我主动，所以现在呢，我就把所有的主动权都交给他，以他的选择来决定我之后要怎么对待我自己的感情，怎么对待他。陈祖仪。应该会换吧，会更换搭档吧，还是宝宝会选我吧，我是这么感觉的，最好还是不要跟周旭耀合作好。如果我今天就是我的拍档不想选我，想要换人的话，其实我觉得无所谓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没差。如果要我去祈求一份爱情的话，那我觉得我宁愿不要，所以我会选择尊严。通过上一轮的你们的厨艺比拼，
今天首先做出选择的应该是陈浩，你要不要换搭档？希望陈浩能选我。如果你真的对我有好感的话，你也应该是一个想着我的一个人。来，陈浩，选择吧，你要谁？橘子。爱来一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现在继续。来，陈浩，选择吧，你要谁？橘子。我怕那种很粗鲁、很冷、很凶的橘子。橘子。橘姐，好，来，橘上仪。没想到选的是橘上仪。昨天上午就是相处其实还挺愉快，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还好，就是他对我的感觉也还好，但是今天这一下子真的把我打懵了。来吧，四位。你看，我就说人是有报应的呢。如果他选择张雨薇的话，我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对待感情现在来说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坚定的一个人，反而他选择这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怎么想的？那个张雨薇猴子呢，就突然间就两个人都的优点全部都浮上来。我觉得永远都是你在当局者，你没办法看到感情的最真诚的地方，往后你退后一步之后，反而你能看得到彼此之间感情的深厚度。橘子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讲过几句话，看看就是说尝试一下接触一下。对，好好相处。我对他不会再有超过朋友以外的任何想法了，他也不符合我喜欢那个点，所以我也不要他。如果我选择了橘子，而这个女孩就觉得好像我是不好的话，那证明这个女孩子对我的感觉还不够浓厚。失落肯定还是有一点，但我还不是那个被剩下的就好了，起码我还有一步退路，就是饶毅。第二组是饶毅，换不换？不换。确定？确定啊。我觉得张雨薇肯定她应该不会想被换掉，而且她被我选择以后也能看出来那种流露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喜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陈祖仪同学了。我也不想换了，给他都选走了。你也不想换？我本来不想换掉橘上仪啊，反正昨天就有吵架，再怎么烂就是这样了，也不需要换。而且他昨天本身就没有换掉我，所以我今天也不想换掉他。按照规则你是抢不回来了，只要是被前面男生已经匹配好的，你是没有办法抢了。现在呢，你只能从这三位女生当中啊，梁思维、张姐、黄浩。天王，我选他。黄浩。好，来，恭喜你们两位。特别的惊讶，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陈祖仪会选我。开心的是，陈祖仪选了我，就不用跟周迅合作了。谢谢。这个我可以理解为退而求其次。啊，不可以。我也知道，橘上仪没有被选走的话，肯定是要选橘上仪的，所以就是，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介意。现在我们已经匹配成功三队了，初一比赛当中第四名，啊，张锦和宝宝。宝宝，看得出来你跟锦姐姐玩得很开心，啊，很有气场，很有默契。接下来呢？我觉得他不会换的。你要继续选择吗？那个，这次的话，我就选择梁思慧好吗？梁思维。哦，梁思维，等一下，再来。好嘞。你只是看着别的妹子。请坐，请坐，四位。是的呢，我好尴尬。来，锦姑娘。锦姑娘是没得选了之后的，没得选。锦姑娘就直接强力搭配的呢。不是，我说一个原因，我选思维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这画了一幅我的肖像画送给我，写了一个就是佛爱我什么什么哒哒哒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还蛮有寓意的哦。虽然说小韩韩不在了，梁思维还在，而且我觉得我收到了这么好一个礼物，能不美丽吗？宝宝心情非常美丽啊，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和宝宝一样心情美丽起来哦。所以今天的五队呢，实际上最坚若磐石的就是我们饶毅啊和张雨薇这一队啊。当然剩下的四队当中都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搭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新的任务也开始了。
不知道为什么陈浩要选菊上仪，就我跟菊上仪相处两天下来这么多的冲突之后，我觉得应该可以慢慢开始了解这个人。我很好奇他要怎么跟菊上仪沟通。我没想到他会选择我，我怎么样都没想到，这是最意外的事情，这五天以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最意外的。对于我来说，这次约会吧有五个不同类型的女孩子，菊上仪这个人物他给人感觉就特别难相处，男人是应该就大度一点包容女孩子，我想尝试一下我有没有这么足够大的一个包容度。不是要找一个爱我的吧，可能我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轻松一些。就是让我心里很不爽啊，真的很想大逆转大翻盘，我希望很希望今天下午跟张景可以携手做一些我们所希望做的事情。觉得我跟梁思维搭档也是这是一次小竞技游戏，我觉得我不想再有前车之鉴拖人后腿，再怎么样我也要挤进前三。我觉得做一个就是男人真正该做的事情，有自己的担当，我要挤进前三。向时尚致敬，这里是爱来一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四周年的特别节目爱来一场。各位，你们分成五队，在你们的前方有五杆旗，你们两两一起要以最快的速度往前冲，拿到第一面旗之后就要迅速地跑回来摆到你们身后盒子里，最先完成把五面旗装回到自己的篓子里就为胜利。来，我们的十位嘉宾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好起来，走，再会真的我没想到这么艰难，没想到第一面都到不了，是不行。其实祖仪在就是一直摸摸偷偷在把他那个绳子拉紧，就是少让我用力，又怕自己就是挑大梁的。我觉得真的是很找不出来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还想我怎么都不要摔，我说哪怕我们不得这个第一名我们不要脏，我不要摔，可是真的到那个时候根本就控制不住，直接真的就差嘴都要喝一口泥了。我觉得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因为他整个就是重心放很低，然后就负责是用手和脚就四肢去爬地给一个往后的力，然后我就一直是往前去够那个杆，我就这样配合，我们之前也没有商量，但是一上去我们就好像自然而然就这样配合到了，很默契。往前冲！
俩差点拿到第一名。我知道，这个我真的不在意，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不在意，只要逆袭了，然后配合的有到位就 OK。现在我们前面的冠亚军都已经产生了哈，现在我们要决出第三名，拿到那面旗成为第三名。大家都祝你超认真超努力，是吧？啊，是，我也觉得，就是好脏的你不要喝。我想给我们男嘉宾道个歉。我配了一个不温不火的男人，不过也还好，最起码他能替我指挥，他就当个跟班的吧，我一个人也可以完成任务。一点劲儿都没有，怎么跟你沟通？你那么较真儿干嘛？我觉得不能太粗，也不能太文静。我们俩刚才还是。更重要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任性一点没什么不好的，在我这个年龄段，成熟太早反而失去了。怎么样？我觉得他跟我对他一些之前不太好的一种印象。有很大的改观，她是一个很赞的女孩子，她不会去矫情她的一个女孩子的角色，而是使劲冲，为了达到我们一个冠军的目标，我们一起冲，一起核心同心协力。好，其实到这里这个环节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呢？最后的两名啊接受惩罚性的措施。当然这个时候也可以展现一下我们毅力的时候。我们男的一直因为宝宝就感觉他挺相对来五个男生里面可能是就是力气比较小，但是就是当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是第四名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不要是最后一名，我说好，只要你想着我就帮你办，然后我们就还是坚持一直往前跑。宝宝，有人帮你们了，宝宝。
其实梁思维还真的蛮让人感动的。不要拍我了，好了，不要哭了。我没哭啊。没得罪你很明啊。不是啊。别动，别动，你。我没最后一名呀、啊！我不是说，只要你不想到最后一名，我一定完成，不让你到最后一名。输得这么脏过，我好来输也是体体面面的输，好不好？谁要这样输过？他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这辈子没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很好。他很赞，还有一直帮忙一直。不，没有。就让一直觉得拖累了这个好吗？是我觉得我很清楚，因为之前比赛我真的是这样，我一直在拖累对方。没有，他这一次帮很大的忙。你好像每一次都是第三名。是，我好像跟第三很有缘，我说过。没事，第三也很好。汉子哟，耶！哎，告诉我，你们最开始五个女生最讨厌的是谁？五个女，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其实五个女生当中，很多人都讨厌你呢。所以现在有改观吗？我对你有改观了。那就行了。好了，都走。嗨，那个12月24号跟25号记得要看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啊！我今天第一名，再见。累死了呢，很辛苦啊。我们是第一名，是你们，是你们，谢谢。感觉在走 T 台呀，是吧？对，2013年迷彩装是吧？欢迎。我们整天解到了，整天解到了。嗨，解到。解到了。厉害啊！那怎么了？哎，疼啊！你不要碰了好吗？碰了吗？饶毅吧，他就是从我们。玩泥巴回来之后，在那个路上他就一直只要有机会就要牵着我的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习惯，然后就找机会就松开，找机会就松开，可是他还是一直牵一直牵。哎，我不想走，哎，我就这样走吧，行吗？好，不要，哎，我不要。我说姑娘你长得真浩很受欢迎的，我并不是说，不想跟大家争这么样的一个优秀的男孩，只是以我的眼光来看，陈浩应该跟这五个女生里面，雨薇其实是比较搭的。你觉得他喜欢哪个女生？我比较喜欢雨薇妹子呢。
哎，你也发现了？这太明显了吧！我觉得有眼睛的，长眼睛的人会发现吧。这三天多已经过去了，然后，已经最后一个晚上了。对于很多，对于我来说呢，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强求。到最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样就很好。来，嗨起来，嗨起来！我不爱喝啤酒呢。那是，你先开红酒吧。好吗？我就算了吧，我不要喝的。哎，这什么情况？好尴尬。哎，你们好款式。不是我说你忍住不断，嘿，我觉得很烦，我突然觉得很烦，我从来没这么烦过，我怎么感觉好乱啊，我真的是现在头上很乱，我搞不懂什么情况跟情况，放下就好了，哈哈哈哈，爱情没有刚刚好。你可以说不、啊。不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饶毅就是有会侧面的问我，就到了最后关头，我选你的话，你会不会跟我走？就是第二天的状况完是什么，我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就不可能说是立马给他下承诺。可是他就一定要让我下一个这样的定论，我开导他好久。最后我俩有一点不欢而散的意思，是否呗，行与不行呗。那我今天随便说一个，然后我明天不是这样，你开心吗？哎，不要拍了吧，沟通一下，可不可以？我知道，我就说不要拍了，想跟他沟通一下。本来你知道吗？大家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对谁有好感，谁对你好感，然后你对人印象怎么样，是很清晰的一条路，包括就是张雨薇、猴子或者是橘子什么的，这条路都很清晰，你知道吗？我现在很纠结。如果可以在这里找到真的是跟自己一个标准契合的一个女孩子，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他突然间出现，我真的是挺特别高兴，就好像他是那种带着光环的小天使一样，哎，拉开那个门帘就进来了，哦，一下就看到他以后就好开心，哎呀，我说天哪，这是救兵来了吗？是要救我走了吗？走吧，喝不完，我不想喝太多啤酒哎。咱们是都回去了吗？都走了吧，好像。其实我不冷。爱来羽绒服很暖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我有点笨。你听我，你听我直接说，张雨薇，如果有你等我跟你说那句话，你等会儿走行不行？啊，你怎么又走了？爱来衣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现在继续。你怎么又走了？没有，我想跟他聊一会儿。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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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啊，拜拜。是不是很尴尬？刚才，你看你，惹太多花花草草了吧？但是，显得我干嘛要得罪饶毅？然后我要想着我又笨你知道，突然间想着，哎，什么情况？都搞得这么复杂，还拍啊？你看你惹事了吧？我觉得这样我会比较不开心，哪怕你不喜欢我，你不会选我，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也 OK，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
我其实对他还有一点疑惑，就是我不知道他给我传达出来的信息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他第一个选择我满心欢喜的以为他会选我，结果他却选了我们大家认为最不可能选的人，是鞠尚怡。所以我就是现在其实对他说出的话，可信度有多少我还是不能太准确的了解。邀请你们一个邀请卡。好激动，好小鹿乱撞的。终于这两天，要这些要开花结果了。我的地点在哪里啊？地点在村口。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就是顺其自然，想看一看到底谁会选我，然后再做接下来的决定吧。待会儿不会有男生过来，哎，好像大家把我当成姐姐的感觉，比做把我当成一个有可能会产生感情的这样子的女生的角色更多一点。跟这五个男孩子，我都觉得他们很优秀，我已经不会有当初的那种第一眼印象了。我觉得他们任何一个人来，都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见人一香，我是一个不争既不争也不抢的人。昨天晚上梁思维去找宝宝之后，就默默地走开了。其实我真的不想说他柔弱，但是他真的是很柔弱，从第一天的比赛就能看出来。那别的男生都背女生上去了吗？只有宝宝没有背我。饶毅他还是比较符合就是第一印象特别好的那种男孩的标准，第一眼见着还不错，后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要强特别要面子的人。但是呢，就是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件事，他这个要强要面子我觉得真的一下让我承受不了了。我还是希望是陈浩，我就觉得不枉来一趟这里，我希望在这里表达出我最真实的东西，最渴望的东西，就是勇敢这一次。这两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生你的气？就是你就是呛你，就是也可能是男人的一点小嫉妒吧。就是要让你更关注我，就是体现就我这个人还存在在你的世界里。太羞辱了。你先看吧。我够了。袋子呀，
那个，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你都蛮有好感的。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也应该去勇敢的，就是去正视自己的情感。嗯。录了这么多天节目到现在我才是最开心的，因为只有到现在我才可以做我最真实的自己。之前又有说过你想找一个可以一直逗你笑的人，我会努力去做。谢谢，谢谢你的认可。这是我的邀请码。嗯，谢谢。那我先走了。张小姐，哎，我可纠结。那我跟他说，我说我把麦关了，他们不偷拍，我跟你聊两分钟，可以吗？好，你们快下去，你们快下去。你们尊重情感世界，快下去。很简单，很清晰，明了了。我不说了吗？像是你笨吗？只要你不想要最后一秒，我一定完成。不让你到最后一秒。你们好坏呀！啊，宝宝。宝宝，给你。算终于困了。哦，怎么困了，宝宝？怎么了？竟然开心了？哦，好高兴的宝宝。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别哭了。里面有地址，哦，我在里面等你。好，你等我啊。我觉得今天可能不会有人来找我，哎，我是很难给男生有一种说想要和我拍拖然后是发展感情的感觉，可能我性格的问题吧，一开始就跳过了之前那种男生和女生那种暧昧啊、小鹿乱撞啊、猜测的阶段。有没有想过会改变自己？我不会耶，因为我是很坚信世界上一定会有存在的这样一个人，是会珍惜我所有的可能会与众不同或者别人不理解的一些疯癫的举动，或者说他明白我这样一个疯狂外表内心的一些小细腻，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我是一个真爱至上者，我也坚信我一定会找到真爱，并且我也觉得说如果没有碰到那个真让我觉得说就是他了，他就是这世界上让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的话，我觉得我就算一直单身我也无所谓的。我分了一半家产给你，哪怕你这一半愿意回来，让我这个故事圆满吗？你愿意继续骗我的钱吗？周诗瑶，周诗瑶。那这个两块，我就买。爸，你给你卡。你好抠。你给我，我来掌柜。那个起名欧巴给我的。
100块钱，我现在还带着。为什么带着？就是，他不是说很抠吗？今天如果他来了的话，可以带他去吃好吃的啊，就是改变一下形象嘛，就没有那么拘谨了嘛。就是我还是不知道，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点是什么，他看中我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一直就突然间迷茫了。如果他不来，我觉得可能就是感觉对不上吧，或者就是说他喜欢别人。这次我不去。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忘记你。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谢谢这两天一起经历的所有的一点一滴，谢谢你带给我的欢乐，让我特别难忘。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喜欢你。我在洗衣亭等你来赴约，能够和你。希望和你一起继续的快乐下去。她不是大家看到外表的这种娇娇公主，她内心是一个很坚强也很会为别人着想的人，就很单纯的没有任何杂质，就特别像学生时代那种感觉。宝宝，你来了。我来了。你刚刚怎么了？为什么哭啊？你看得出来了。你刚走了以后，我也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了。你还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记得。你觉得我像女汉子吗？你的名字特别霸气，然后内心特别坚强。请叫我小涵涵好吗？他喜欢女汉子。我不要当女汉子。我不想当女汉子。嗯。当乖乖小公主呢。哦、但是现在我觉得，宝宝是需要人照顾的。你知道，其实，你就激发出了我心底里女汉子的一面。看到你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要保护你、照顾你的那种感觉。可以念吗？可以。老鞠，还您好。虽然别人都叫你小鞠，但是你比我老。我还是叫你老鞠吧，一直以来我对你都非常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你那么坚硬的外壳下是一颗怎样的心。虽然我们相处的过程中经常会相互呛对方，开对方的玩笑，但我一直把你当一个小孩子一样忍让，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我相信你也会对我邀请你觉得惊讶。在节目一开始录制的时候，我多多少少在镜头前紧张，不能完完全全地把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表达出来。直到后来几天，我才明白，我内心中并不想要一个像张雨薇那样那么柔弱的女孩。相反，我发现我更喜欢敢爱敢恨，会勇于承认自己不足的你。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在和顺古镇的水坝上约会。希望我可以用我的幽默让大家天天看到你的笑脸。姚一，觉得姚一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嗨，我现在什么薛薇拉第一女斗士的那一种，不，我就是不怕。你等一下。我不能
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三个人的错失折磨，一切不属于我，哪怕只听你说。你看他在好好说什么吗？我在说，在坐，在坐菜，就在那边唧唧歪歪，斋堂那么闲。哎，其实你就是会笑，你装什么酷啊，玩什么帅啊？陈祖仪只是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如果有第六个人的话，然后那第六个人恰巧是让他心动的，我相信他今天不会来的。因为饶毅他对自己的感情观很清楚，他知道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虽然他到给我写的到今天才明白，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在这五个女孩子里面，他最开始所表达的就是觉得我和雨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动摇吧。我觉得不用考虑了吧，我不想去。决定好了。曾经熟悉的温柔变成伤口，他真的给他写的挺肉麻的。夕阳下，弯桥边，凉亭中，院园相聚，情虽浅，但愿永远保留那份美好，珍惜一些那份爱情。去，去赴约，祝福我吧。看着自己蓝天白云，就是唤起了就是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一份净土。爱情就是干干净净的、纯粹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里面，要接触感情都掺杂太多的复杂的东西，让感情变得很不纯粹。然后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一个准备放弃爱情，可能想着到时找一个就结婚的那种感觉，都不想再去接触了，因为。好像我以前有100%的电量，都一直在被消耗，消耗的只剩下20%的红电。我觉得如果我再找一个，如果适合的女朋友的话，我就希望就能走到最后去。在感情里面的话，我大多数是被动，而且是很被动。但是我觉得见到陈浩之后，我想颠覆一下我以前的这种观念。我就是哪怕是明的也好，是暗的也好，我想在心里要坚持这一下。挺感动我的，就是我是那种很少会主动的男孩子，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感情。包括他昨天会说我，你会不会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包括我以前就这样，太过照顾身边所有人的感受，闹得自己太委屈。结果还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很想就是说，觉得有没有一个女孩子会懂得，就是一个男人的背后的一些辛苦和一些委屈。我觉得他有给到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难得。认为是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开的门。
来一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现在继续。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只想抱着你，陪着你，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再多误解我都不在意，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不离不弃叫珍惜，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微微暖意叫珍惜。